人的一生就好像大海一样起起伏伏，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，有欢笑亦都有悲伤。但是Elaine的人生似乎注定伴随悲伤，一波又一波的骇浪令她击打得心力交瘁。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思想的家庭，爸爸妈妈都很恨仔，生了我就是女啦，就是家唯一一个小朋友。爸爸妈妈因为我的缘故呢，经常都闹交闹得很犀利的。爸爸为了避开妈妈啦，就去一些香港比较偏远的地方翻工，一个礼拜可能就是回来一次，一阵就会走的啦。在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不会跟我打招呼，也都不会说话，也都不会有关心的事。爸爸对于我就好像一个陌生的邻居一样。至于妈妈呢，因为爸爸长期都不在家啦，所以就心情不好差的，成日都发很多很多的脾气，经常都是打的啦。试过吃饭的时候啦，小朋友的筷子圆碌碌，不知道为什么一跌到地上，妈妈就会打下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面又被人打了一巴，然后就会不停用粗口来骂你。她不在家骂你，她还会在家门口不停用粗口骂你，小朋友的自尊心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很污糟邋遢呢，很没用呢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去过公园玩过的，我接触的地方就是得家，妈妈从我放假时候带我回去上班的地方，学校，直至到大个之后呢，真的见到人家，原来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可以去公园玩的。我记得我在家里面通常就会打开块镜，扮同自己傾偈咯，自己講一句，跟住又自己答翻一句，咁就係咁樣過咗一日噶啦。Elaine不但冇嘗過父母嘅愛護，每日面對嘅都只係冷漠同埋打罵，承受住莫大嘅壓力，小小心靈就係盼望快快嘅長大，直到中學畢業之後，先開始真正脱離家庭嘅枷鎖。体会到外面世界的多姿多彩，特别是第一次吃到渴望已久的汉堡包，那种的滋味令他想得到更多的自由。读完中学之后，今天入了护士学校，尝试了几年在宿舍的生活，原来外面世界是很不同的，有朋友，很多不同的关系，也都外面世界原来很精彩的。就想下有什麼方法可以，都好像爸爸那樣逃避媽媽啦，跟住想下原來可以有婚姻這件事的。咁咁啱嗰時真係遇到一啲希望可以拍拖嘅人啦，咁就選擇咗其中一個開始拍拖。好快我哋就已經決定咗結婚啦。我諗呢個係一個最快可以離開屋企嘅方法，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自己好渴望嘅家庭，有愛嘅家庭。咁初初過幾年咧，丈夫真係同自己關係都幾好，因為冇壓力啊嘛，亦都冇負擔，咁我哋都覺得幾開心嘅。阿女出世啦，咁係第結婚第三年，結婚嗰時諗生 B B 咧，係諗住佢媽媽以前就幫佢湊嘅，咁就係原來係個女咧，佢哋已經開始唔係好想湊。到我今日放產假最後一日，我聽日要翻工。佢今日話俾我聽，我唔湊啦，好彷徨，唔知點算。一個 B B 嚟噶嘛，你叫我收喺邊度咧？我拎翻翻屋企啊！我十下痛咩冇可能，唯有同我自己老細商量下啦。咁可以翻長嘢，咁真係好堅持咯。咁即係翻夜晚工作，咁一翻就翻咗八年。
但你出世咧，就佢都幾慘嘅，因為我媽媽點樣對我，我真係用翻咁樣對翻我個女。我媽媽係好有壓力嘅俾我，我都俾翻我女好大壓力。咁我要求我女都好高嘅，我要佢做得100%。讀書雖然成績唔係太好，但我都要佢真係好盡力咯。每晚真係背書，成本書背曬俾我先準瞓。有時甚至乎家務啦，我都要佢做得好足咯。咁佢做得唔啱，我一樣會打佢。我最衰嘅事，我咬佢添。所以我哋細個唔開心，同我哋關係都唔係咁好。原本以為婚姻可以重拾快樂嘅人生。原来只是从一个深渊跳到另一个深渊。女儿的出世和自己的命运一样，丈夫和家族都不接纳她们，令到Eileen很难过。而长期的工作压力，对女儿的严苛管教和丈夫破裂的关系都日渐增加。抌低個女自己一個喺屋企，佢出咗去玩車。先生可能8年裏面已經習慣咗好自由啦，咁變咗我哋之間嗰個決裂咧更加嚴重。咁我阿女都會諗，其實爸爸唔愛你啦，同我講，爸爸真係唔愛你噶啦，你放手啦，你最好同爸爸離婚啦。离婚之后的Eileen仿佛又重获自由，觉得一身轻松，和女儿亦都开始新的生活。但是命运多变，波涛之后竟然出现暗涌。这个时候Eileen成日都觉得周身无故酸痛，原来又来了一个噩梦。我女一起有个新家庭，我们初初很开心，一起怎样去设计我们间屋，做得好尽善尽美的时候，都不够一年，我就发觉自己开始周身骨痛，很多东西不妥。今天看医生，看到很多医生，知道自己原来有乳癌，还是已经去到末期的时候。医生的眼泪将Eileen的恐惧和绝望化为平静和曙光。这一次从未遇过的经历，令到Eileen很想知道医生所祈祷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终于他接受了一位认识多年的同事邀请，开始参与教会的活动。1994年至到2008年，我同阿Eileen系同一个部门工作嘅。咁好初期嗰阵时咧，我都有邀请佢翻教会，就希望佢认识嗰个福音啦，同埋嗰个心里边嗰个伤痕咧，可以得到医治咯。
嚇，但係佢都係拒絕咗嘅嗰時。2008年佢知道有癌症之後咧，我再邀請佢翻教會咧，咁佢就欣然接受啦。好奇怪喎！第一堂翻團契嘅題目咧係點解唔會係我？我真係打個突啊！我成日都問我女點解會係我噶嘛？主耶穌原來真係住喺我心裏邊，佢明白我其實最擔心係乜嘢。喺呢一次課堂裏面，我明白咗原來每個人都有困難，只不過係我將個困難自己不斷咁去放大。所以我即係喺呢堂之後咧，我學習咗好多，亦都知道神就係愛。我愿一生竭力同行，让我的咁開始翻教會嗰陣時候，佢都係參加新朋友組咯，都係眼淚洗面啊，或者同啲姊妹啊，都係抱怨啊，自己嘅身體啊，或者又擔心剩翻個女一個啊，好多嘅抱怨或者好多嘅唔開心。但係之後佢慢慢喺團契裏邊一路有嘅教導啊栽培咧，佢真係睇到佢焕然一新咯，個人係完全係好開心好喜樂嘅。雖然有好多時候都係會有跌倒的時候，但是他都會很快地起翻身，很堅定地信靠主。主，請你進入我心裡面，神是多爱我，神为我做过什么，祂为我死，甚至祂的生命都为我摆上，我真的很感受到这份的爱，觉得我地上的人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前夫，甚至我的孩子都做不到的事都为我做到，我真的很感受到那份，跟着就已经开始回团契个教会的生活。我认识宇玲也很多年，咁一直咧就睇到佢都係俾個病魔係折磨，得佢好辛苦。佢嘅身體狀況係好差，個口生滿曬飛枝，連水都飲唔到啦。個腳板起曬水泡啦，咁嗰啲腰骨啊好痛啦，即係逐節逐節咁樣痛咯，甚至會暈啊，食唔到嘢啊等等。我哋好肉赤，但係好慶幸咧，佢對神嘅信心係冇改變。一直以嚟，佢仲喺好辛苦嘅時候咧，仲可以數算神嘅恩典。有一次咧，佢喺開組嘅時候咧，佢分享咧，佢就好辛苦，佢就喊，而佢係唔可以喊嘅，佢喊佢會抽筋嘅，但係佢係忍唔住咯，因為神嘅恩典好觸動佢咯。其實我嗰組有幾個護士嘅，佢哋係幫助佢疏解，咁我哋其他嘅人就係為佢祈禱咯。在打針裏面呢，即我完全是很辛苦，因為很多事都很辛苦，我很多的不舒服啦，腳板爛曬啦，很多聲沙啦，我同神都很多呼求的，但是呢很多恩典，我每一日我還可以回得到工，就算我幾痛都好，我都可以回到教會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恩典。咁喺教會裏面，我又可以好多個學習，令我即係更加同我女嘅關係可以改正。因為其實我同我女關係之後所唔好噶嘛，咁我翻教會之後，我學到一樣嘢，就係要忍讓，
呢日我最冇做做得最差嘅。我同我女一個最大嘅轉捩點就係有一日同我女真係鬧咗交，咁真係我唔知點解我落咗街，拎咗個銀包就係臨知做乜嘢好，我轉頭買咗兩杯雪糕翻屋企，咁我就買咗一杯俾自己食，一杯就擺咗女嘅房門下面。咁阿女就一聲行出嚟同我講：媽媽好好食喎，下次買多一杯。就係嗰一剎那，我同阿女嘅關係真係以後都改變咗好多。原來神俾我嘅恩典就係話學習要容忍，要學習寬恕。咁因為佢病嘅經歷多，所以佢見到同樣有病嘅姊妹咧，佢係最佳嘅見證。即是他会安慰人，懂得安慰。他初初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他有病，我没有病。但是我见到他那个的表现呢，就是很喜乐，很开心。我就真的不是相信一个对着癌病的人 会有这种的反应。所以我经常觉得他很假，可能是对人欢笑背人垂泪那只。但是后期再耐一点的时候呢，发觉他真的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喜乐，有那份的信心。我在2013年呢，到我自己确诊是有癌症了，是乳癌。我当时已经自己跌了谷底，还有起不翻身了。我要长期躲在个被窦那里，我什么都做不到，我不想见人，不想回教会，什么都不想。后来二玲打电话给我，哎呀，这个姊妹我不熟的嘛，她打给我说要来探我，我是很抗拒，因为我都不想见人，还要一个不熟的人来见我。但是她是很坚持要来探我。来到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她，我很松啊，个人松了。跟着她就鼓励我，将她自己的经历跟我说，癌病不是一定死的。自从那次之后呢，我们的交往就多了。咁佢成日都自己都有唔舒服，但系常常都 WhatsApp 我啊，打电话俾我啊。每一次我见到个 WhatsApp 系阿二玲咧，我会好开心，我会好感动。我同佢熟络咗啦，我每一样嘢咧，因为佢系护士嘛，所以我食碗鱼蛋粉，我都要问过佢食唔食得，我先够胆去食。化疗之后有啲咩副作用，你唔舒服，你几时应该要翻去见医生，或者几时怎样去处理，他都教埋我嘅，所以我是很安定去接受咗呢个癌症嘅路啦。咁佢同我讲，只要神有一丝丝嘅希望俾你，你都要把握住呢个机会，拿实佢，唔好放手。其实阿二玲嘅状况咧，系同我不遑多样嘅，佢又系全身由头到脚趾尾都有，我都系全身都有呢啲嘅细胞。但是我每次见到二玲嗰个嘅态度咧，就令到我自己都好鼓励。生活到而家呢个 moment 啦，大概都病咗八年啦。喺呢段时间即系经历咗好多嘢，有好多好痛苦嘅嘢，有伤心好难过，曾经谂过自毁，试过喺屋企坐喺窗边开一只窗，想跳落去。谂起阿女。不可以这样做。有试过跟同事讲，我抽不掂了，我搞不掂了，我听日就会死了。我不如将我女交给你好不好？同事告诉我听，而且我不会帮你凑女的，你要自己爬回起身，自己去凑回你自己的女。艰难日子就这样过了，神的爱亦都慢慢地帮助我。很多弟兄姊妹啦，同路人啦，同埋道者佢嘅帮助啦，我慢慢都可以企翻起身。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，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，但在我里面。今日以令预测唔到自己几时离开世界，生活亦未见得到绝对嘅风平浪静，但系佢深深知道耶稣已经成为佢最大嘅靠山同埋力量。他不再需要孤单地面对人生的起伏，在他身边亦有很多的关心，令二玲不单单接受爱，更加有能力去爱女女，帮助同样患重病的朋友，
分享他信耶稣的喜乐。在这里我跟各位有困难或者有病患的弟兄姊妹都鼓励一下，在病患里面不用担心也不用难过，我们只要学习活在当下，我相信有主耶稣的爱，我们一定可以继续撑下去的。我送给大家以下一段经文，箴言十七章廿二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这段经文是我病患最初的时候，我老师送给我一段经文，对我很有鼓励的作用，告诉我就算我怎样苦都好，我都要站起身。我希望大家姊妹都可以受用。